鍵盤就係我啲稿啫，唔關事嘅，唔同嘅嚇。鍵盤就係我啲稿，呢個緊要啲啊，呢個係精華嚟嘅，窄啲啊，唔好睇，唔好睇，長少少。呢個長啲，冇太平啊，有高低，最好咁樣添啦，咁樣樣，呢個再長啲。咩問題啊？抽筋啊，寫到太遠啦，呢個距離啊，近少少。應該叫三條，都冇乜所謂。好似條魚成日寫唔到啊。O K。唔知點解？咪你上面重啲咯，下面輕少少。咁都唔係，即係只不過係肥咗少少啫。都係啊嗱。佢如果你睇唔睇到我哋嗰個？黐埋啲，哎呀，係啊，葵英，我見到係葵英就得啦，係，知你有交啊嘛，咁啊寫名好緊要噶，寫名你都練個名，輕得滯嗱，你好似呢條線咁，好多帖或者稿咧都有呢個字，都係輕嘅，真嘅，不過我覺得啊，如果可以有重輕咧，就好睇啲，即係起碼有。咁樣樣差好遠啊！我曾經同大家講個故事嘅咧，應該就係話，即係嗰陣時我哋畫畫嘅時候，有一個師妹，我諗起自己都唔係好記得啦，畫咗朵花，蜜蜂都會飛埋嚟噶，都係呢、這個。我唔記得呢件事啦，其實係咪？你證明屋企啦嘛？幾時啊？田老師屋企咯，係啊。我唔記得啦。你唔記得咧？係咪真㗎呢件事？真嘅，我記得好清楚。Miss 自己都話，你知佢一打開窗，陽台就已經全部都係花㗎啦嘛，鳥哥同白哥㗎嘛，佢養住㗎嘛，係啊。啊，你好似真係唔喺度，你走咗好似係。我留住咧，因為我要幫佢執埋，加埋俾學校啊嘛。我哋嗰陣時學校唔知幾多周年。咁我過下班想整一幅四君子，定唔知整一幅梅蘭菊竹啊花啊嗰啲咁樣嘅嘢。梅蘭菊竹我記得。係啊，梅蘭菊竹啦。你唔知係畫蘭花定係？因為竹係第一個畫嘅，我畫嘅。我落咗筆，你哋幾條友先至夠膽落筆啊嘛。係。做嘢。我畫完之後，係我畫完之後，你畫完之後，跟住唔知你早走定唔知乜嘢嘅，因為滿風台都幾遠噶嘛，滿風台嗰邊。落嚟之後，留喺度攤乾，有隻蜜蜂飛埋嚟，落咗你隻花度。有一隻字好寫，花啲但係好寫呢只。呢個 size 呢、這個闊度其實吊筆係幾舒服㗎。係啊，嗰張係企嚟。呢張係嘛？係啊。幾好係。嗰張係坐。吊筆係幾舒服？呢個手勢吊筆係幾？真㗎，手真。真真下就唔真㗎啦，慣了。麻麻木咗唔真。呢啲封字呢啲啦，咁样过嚟，碗啊，好舒服噶，线条好靓。OK， 嗯，心理上放啲啦，阿妙珠啊，冇咁惊啦。以前仲系少少惊，呢啲咁嘅手势，虽然唔啱，唔应该撇出去噶，应该撇咗过去之后再点翻落嚟。但系你嗰个手势啦，呢啲位。呢啲睇得出係開始唔驚，係隻手有少少震，你心態上唔驚，做多啲啊！做多啲，唔錯，得，係啊，唔錯，你講算係好好嘅。所以你寫嘅時候，即係就算用水都好啦 ，OK， 加少少墨汁會好啲。嗯。深淺度會好睇啲，如果唔係，仲要成篇嘢都係淺就唔好睇。字又寫得唔錯，綠字好靚啊！
清澈上面唔夠活潑，重少少。手勢 OK。硬咗啲，喂文啊，太硬。你呢啲筛子嗰啲咧，其实你嗰个趋向唔系平晒，佢系有少少斜嘅。嗱，向上系要斜，倾向于右上角。呢个又系嘅，绝对呢两点唔会咁样摆。呢个平嘅，你如果唔中意，你可以写呢个。同埋寫大少少，呢、這個唔係直噶，呢、這個凡親有呢嚿嘢嘅咧，通常入邊係人字或者兩點都好啦，都係咁樣，唔係直嘅。你寫咗幾多次啊？喺嗰、那個水嗰度寫咗好多好多。料得唔夠放，再放。知道。嗯。幾好位喎 ？OK 喎。點得滯啊！行書稍微偏長少少好睇啲，尤其呢啲字上下字嚟噶嘛，你咁扁咧矮咗，好短啊！你成個黃祖藍咁樣，短人啊！佢要我一直都想知道黃祖藍其實有試過同曾志偉同台，我想知道其實黃祖藍矮定係曾志偉矮啲。好似兩個差唔多，這個應該長少少好睇啲。太多下，扭一下得噶啦，其實你多咁咪扭兩下，你呢個扭得太多，無窮無盡咁樣就唔好睇。象徵式嘅，佢理論上嚟講。佢上面呢忽嘢其實係一個口啊嘛，係咪？一個口啊嘛，中間最多咪擰一下咯，係咪？所以嚟講就咁樣就已經 OK。咁但係呢一下其實可以慳噶嘛，就所以就咁得啦，咁嘅意思。俾個名我。肯定冇人叫張志和噶啦，係咪？唐朝噶嘛，在座邊一位？你啊？你書畫？寫名啊，叫住啊，大佬。係咪？你又唔係我，唔係。唔係，你張我噶。硬得滯啊！呢個唔係應該打？咁樣嘅，太硬。你可以呢個誇張啲尖嘅出風入啊，就咁樣都得嚇。趙孟俯嗰啲咪咯，董其昌都係咁。但係你稍微下邊要再細啲、幼啲，令到佢呢一環睇落去係有一個柔軟度喺度。你硬咗就唔好睇。飛字又係唔夠熟啊，個飛字你都唔夠熟。你係嘛？肯定啊，張志和噶其實。張志和呢個同呢個唔係佢攞，係國家嚟嘅，邊個？又唔係你㗎？擺住個泰國，擺住度先啦。寫名啊，記住啊，各位啊。張子怡隔離張子怡。好靚喎，寫得。啊，好靚。真係冇嘢。菜字爭啲，菜字呢個位唔需要咁鬆嘅，可以稍微緊少少，粗又誇張啲。睇唔到啊？你冇喐。你咁樣過嚟啦，化啲啊，我水多。你啲逼少少得噶啦，唔怕。唔使咁鬆，闊落得滯，唔好睇。落得滯。咁呢個西字已經闊落噶啦嘛，你下邊又闊落，個花字又大，成扎嘢呢度睇落去好似好鬆散。你下邊又咁密，咁樣望落去唔舒服。但係嗰啲係好高階嘅，即係你睇得多先至會針著呢啲位嘅啫。你就咁樣望，其實冇乜缺點嘅啦 ，OK 嘅，挑剔下你嘅啫。唔係我冇嘢講啊你。
係咪我改過？點解會有咁樣嘅嘢？係咪我嘅？係自己寫多係。就咁望落去，好似我寫嘅字咁樣，好似。你寫喺呢啲地方已經係好似嘅啦，其實。不過就一落到呢度咧，就生硬咗，所以我先至話其實可以將佢再寫得活少少。係啦，好似啦，已經寫到好似我嘅字。不過如果我嘅話，就呢個會優再優啲，即係咁樣。呢個都係再優啲，就唔會起角。係好似啊，呢個寫得 OK。靚，好放。好多時候我就係話啦，我有時唔中意你哋用九宮格，就係九宮格望落係 OK 噶啦，即係脱離咗就會打個七折啦、六折啦咁樣樣。啲紙又化啦，啲紙。係啊。留意兩樣嘢啊，第一樣嘢就係呢嚿嘢應該係就唔可以有個弧度大成咁，唔好睇。第二樣嘢，草花頭唔好咁樣樣，冚咗下邊就唔係幾好睇。冚曬，其他都 OK， 呢個手收細少少。你草花頭都幾重，竹花頭都係，執一執佢啦。其他 OK。盡量下次成張寫一次嗰、那個俾我望一望，即唔好咁樣樣，即可能成張大少少，一張寫一個，俾我望一望，即我稍微知道一下成篇嘢呢個行氣好唔好？橫書 OK， 草書 OK， 橫書爭啲硬一啲，支筆唔夠提得多。你好似呢個字咁樣咧，如果你有睇我稿嘅話咧，應該係左邊重粗短，右邊又長，嗱誇張啲啊！是这样的，你现在两边一样，没了个深浅，没了个重轻，没了个肥瘦就不好看。你有没有看稿写的呢？有没有？我那份稿喎，我應該不是這樣的，我寫一字幾字，停一停勾過來的，是吧？這個呢，很明顯的，這個就是這樣過來，下來先，上去，如果你向下呢，就，是吧？其實很簡單的，所謂的臨住個稿的意思是什麼呢？如果我那個字的立字是這樣過來的，你就絕對不可以一橫一點，因為一橫一點不是我稿裡面的東西，你給的學費就浪費了，是不是？你給的學費裡面其中那個200元裡面的其中2元就是在這裡真的啊，你做什麼？真的，你一定要將佢學到咁樣，因為嗰一刻我唔係講笑，嗰一刻代表乜嘢？其中一個行書嘅基礎就係將啲點連埋啊嘛。你學咗呢個之後，學埋呢個點啦，橫加點同埋點加橫，你學咗落，你咪好順咯。你舉一反三，打橫嗰啲魚字嗰啲點啊，咁樣嚟嘅咯。如果唔係你咪又係四點，咁你學緊楷書嘛？但係我學緊嘅係教緊你嘅行書，你咪嘥咗個行書嘅學費咯。所以個稿一定要睇得齊，呢個亦都係點解我引啲稿俾你哋嘅原因，同埋點解佢會咁辛苦揸住部機喺度係咁拍住嘅原因，一定要照足，唔照足咧就嘥咗個心機啦。你同我都係。文娟，文娟係邊啊？娟，唔好寫呢啲啦，大字。送咗俾佢，哦好，系，唔系你写过嗰啲，唔好写嗰啲，系啊，有啲咩新奇刺激嘅字，你问下佢啊嗰啲，佢阿常嗰啲都有噶啦，系师姐，始终学得耐咧，有唔同嘅字，唔好写咁假啦。点解咁样讲啊？你知唔知啊？点解我哋唔好打喊路住啦？讲紧你，好热啊！好彩你提一提啊，咁即刻醒一醒。你知唔知点解第二个唔敢讲啊？唔系我。看不起第二個阿香蓮或者阿欣有寫了，是不是？而是你不覺得他這首字根本我解不夠擺的嗎？
啊、你覺唔覺啊？你冇呢個撐到，其實基本上個龜字、個魚字，其實斜字咧根本就唔夠擺嘅。事實上，根本呢幾個字對於佢嚟講，根本個架已經唔存在啦。咁既然係咁樣樣，有啲花呢啲個架喺度做乜嘢？咁咪用白紙寫咯。所以我先至建議佢應該用白紙寫。OK。你上次嘅書法可以寫咁大嘅字，其實都 OK 嘅，唔關事。我唔係俾你支筆嘅，你可以寫唔係字。唔係執控制得唔好，等等，我唔應該咁樣講，我試一試。我睇下你係咪因為係唔關張紙事，係你筆執控制得唔好。可以嘅話咧，最好啊，水分多少少，仲有速度快少少。嗱，呢兩嘢一齊講啊？點解咧？水分多少少，速度慢少少嘅話咧，咁就瀨嘢啦。哇！係啦，水分多少少，速度快啲咧。寫得唔順啊！咁寫唔到咁順啊，唔係我的責任嚟嘅咯噃，係咩？唔係，其實寫得好嘅，寫得好嘅，不過就佢攪教寫得水分嘅，唔夠貨，仲有支筆提唔起啊！其實你寫得幾好嘅，料得全部啱嘅嗱，料得全呢啲全部都啱，但支筆提起同埋唔提起嘅分別就支筆唔提起咧就咁樣樣，係咪？化啦，好似我咁樣，支筆提起咧，哦，係。你望一張幾遠？同一支筆，同一隻手，同一張紙，同一啲物，一櫃咁樣嘅，一櫃咁樣嘅，邊個輕盈啲啊？你講，所以支筆提起嘅問題。嗯嗯，做多啲，但我冇水咋喎。屋企冇水啊？肯定冇交水費啦。我同你講咗啦。加啲墨啊！加啲水，加少少水，係呢隻紙嘅問題。即係要加一翻水喺度。嚇嚇嚇！你又揾個紙巾，即係點完水先點墨。係。要快，分太開，黐埋啲，好睇啲。太重呢啲位。不夠輕盈，同埋嗰啲行與行之間嘅位置咧，有啲奇怪。嗯？唔使間嘅，你最緊要係個手勢要啱。咁樣樣啫嘛，個中心點唔變咯？你見唔見得？你而家呢個如果我喺呢邊擺咧，個六字歪咗。如果啲六字啱咧，個藥粒歪咗，所以個問題喺呢度。做多少少。咁似嘅，我覺得清啲。咁啊，連我個字漏咗，你都學埋佢。唔記得咗，上次阿姐唔夠。我字清嘅啫，個字唔錯，寫得 OK。我個稿係漏咗噶嘛？係啊係啊係啊！你學埋，你以為個格式係咁樣樣？唔係，寫咗之後漏咗個字。咦，醒嘅，呢個唔啱度，唔啱格式，唔我先勾上去都，但係呢個冇咁遠，同埋呢個對住呢個草花頭，呢、這個對住呢個草花頭應該。我呢個字寫好嘅，寫幾次都寫得。唔關事，呢個型擺得好，呢個先。邊度嚟張紙咁夠？我都唔記得咗。開始做多一樣嘢啦，嗱，大嘅地方唔講啦，你要咩筆我都唔講啦，因為已經唔係一個重點啦。OK， 你唔好改名噶嘛，叫錦屏啊嘛，而家都係叫錦屏。我睇唔到係人哋嘅。唔好，你話支筆開叉啊嘛。而家唔關事，而家嗱，而家已經唔係呢個問題啦，呢個問題好咗噶啦，同埋你寫大字啦，同埋料得啱，開始講啲細微啲嘅嘢啦。各位你記住，如果我雞蛋入邊挑骨頭，你挑一兩個字勾位嗰啲咧，咁證明整體係 O K 嘅。如果我問你，你有冇對稿寫嘅話咧，咁真係可能整體嚟講，你嘅稿嗰度先睇熟啲，真嘅嚇。一個班入邊成廿幾三十個人，僅有啲特別，
即係講都唔使講嘅呢啲咧，打住喊路都可以上到堂嗰啲咧。咁有啲要慢慢細心啲問下，連筆都要攞埋出嚟俾我。咁有唔同嘅人嘅，係嘛？呢、這個亦都係我學生多嘅原因，即係我總係希望照顧得曬，係嘛？雖然時間短，所以我就話好似你咁樣咧，我其實基本上嚟講覺得係進步嘅，同埋冇乜特別要講，但係有啲細微啲嘅要講。第一樣嘢應該要料嘅地方，如果你唔識料咧。盡量估下佢，譬如話啦，呢個好高階㗎啦，好高階㗎啦 ，OK？ 你個200蚊又俾199蚊就喺呢度啦。望住啊，我講真㗎，如果我係咁樣過嘅時候，你睇唔到。但係如果我係咁樣過嘅時候，理論上你係見到呢條嘢嘅原因係我咁樣過嚟㗎嘛？啱唔啱先？有時候甚至化咗，但你都見到呢個係斜㗎嘛？咁你就要估到顧老師應該嘅手勢係咁樣上。而不是一筆你臨稿就是這樣。我那些學生裡面最頂級的那些，他甚至乎臨其他人的稿，趙孟俯那些，他會問我，老師啊，他這樣過來的時候，如果有少少這樣，是不是代表他其實應該是這樣上來的？你想想，一個學生半夜三更會打電話來問我這樣一個圈的，而我老婆又不介意的，原因就是他真的專注到，其實如果斷了就更好看。 你自問你會不會臨我過臨到這樣執著到這樣，是不是？這個就真的一個真的喜歡書法到這樣。當然你說沒時間未必有精力，半夜三更燈光又暗，我又眼花，會有的。第二天要打喊路，之後早起床不精神，會有。我只是說有人臨稿是臨到這樣，那就你會見到這個是沒可能的，因為我的稿應該理論上是這樣上的，是不是？你現在就學這些了，明白，okay？唔係好緊要嘅呢啲啊！即係我平時我都話咯，有啲時候我講嘅嘢其實好有價值，唔好話值錢啊，唔好話值學費，亦好有價值。點解咧？你聽完之後你做咧，就跟住我嗰條路行噶啦嘛。咁你學上嚟咪你咪容易啲，稍微重少少啊，潘南，跟住聽。其實佢係做足嘅。如果你懶咧，你可以咁做聽。都得，都有，都有，是这样做的，OK？ 所以你做的时候最重要一样东西，不要即是做得太快，慢一点，这个又是了。理论上我不是尖的，我为什么要掘呢？原因是因为我的月亮的月节落了之后，我要反手上来这样样的。但是这样做的时候实在太样衰了，于是乎呢我是断了的。但是意思不断，就是意是连住的嘛，明白吗？做这样东西，OK？班長，是不是啊？你有些學生真的要鬧的，你鬧下就不同一點了，真的逼出來的。不如打吧，好不好？打不是打他老婆來的，打到我來的，真的。是不是 ?Grace 也都來監督的，你知不知道？加功課啊，是的。其實是不是 Grace 寫的？不是啊，不是的。不要爆出來，老師。不要爆出來。八字寫長了啊。OK， 寫長了。這個可以再輕一點。輕少少，太重了，不要看。好，太高，個比例應該是這個短一半，這個跟這個一樣一半，歪了第一樣，自己都不認得那個聲音。好好，就可以。嗯，你不要再問我辣子啊，什麼神父有要寫，修女有要寫，你自己搞定的了。但我說真的，現在 OK 的了，你阿輝阿時第一個真的 OK 的了，你要知道在這裡。市面那些可能難一點，但如果你說不是，我想寫一條長的送給誰誰呢， OK 的了，真的。好漂亮，漂得你不是好像我的字，但是漂亮的，但是漂亮的，他優雅一點，秀氣一點，比較温柔，跟個人一樣的了，老師 OK 的。好，老公還秀氣過老婆，還斯文一點，挑剔位置做得好一點，應該是你支筆比你老婆支筆好，是不是同一支的？不是同一支，他都用景行的，是吧？我就用小款大款的嘛，大如意的。 OK，你支筆的毛剔得比較上尖一點，他又敦厚一點，秀氣一點。
咁同埋相對嚟講，我諗你應該熟少少，我覺得。你係咪寫得快啲嘅？應該，我覺得應該你寫得快啲，稍微熟啲，所以嗰啲位置就擰得快少少。所以做老師好高技巧嘅，真係唔係吹水嘅，真係要。即係你覺唔覺得好似我喺佢屋企隔離睇住佢哋兩個寫嘅？有冇寫嘅時候覺得有少少寒意啊？副隻係咪？冇咁近遠，你兩個都係橢圓形噶嘛，因為嗰個位唔好睇，呢個嘢擺啲檔。嗯，支筆唔夠壯，支筆彈性唔夠，我覺得凹咗落去之後挑唔翻上嚟呢啲位啊。明明呢個位置你想挑上嚟嘅，你好明顯見到呢個位置支筆唔聽話嘅，應該兜翻上去收少少筆嘅，佢收唔到。咁以佢嘅實力，唔通佢隻手唔聽話咩？唔係，係支筆嘅毛彈唔到上嚟，所以成碌嘢都係粗嘅，你記唔記得？嗯，佢一有咧乾柴啦，物質唔夠啦，所以支筆嘅問題，嗯，手勢好啊，手勢好，春分啊，尋日春分啊，二十四節氣，春分係，冇寫得咁細，唔需要寫喺呢度嘅，呢度落寫長少少。好啊，寫得呢、這個字咧，記住個伸展位錯咗。你係咪掛住自己個姓啊？所以寫到咁誇張啊，咁放。你話係啊？你話係。佢始終係個丫鬟嚟噶嘛，唔係話你啊，即係我話佢。佢喺呢度係個丫鬟嚟嘅，所以你要夠噶啦，咁樣嘅啫，唔好啦，驚影嘅時候睇唔到太花，寫多次啊。你再望下，你望下呢個嘢，佢霸氣到，似個果欄入面嘅大嫂咁樣樣，咁樣樣啊，仲唔係果欄大嫂啊？江湖大嫂啊啦，咁闊落咁樣咁啊，應該唔係佢個名，佢姓，係啊，平時寫得好霸氣嘅，將嗰種霸氣移咗嚟呢度，其他冇問題啊。OK， 喺呢三個字，坐下頭大咗。頭先我講過咧，嗰邊個龜字嘅上面嗰個大咗。呢篇 OK 噶，呢篇係佢將行書同埋草書攬埋一齊嚟寫噶，所以比較特別啲。行草，你見到呢個係草書嚟噶，行書嚇草書嚇，同埋呢個我都做過呢下嘢嘅。疏影橫斜寫梅花嘅時候，我將個梅花嘅疏影橫斜個斜字寫到咁樣樣。咁樣係可以咁寫。可以草行一齊寫都得嘅。行草。行草一齊。行草。行第就話冇啫。行草。同埋楷草就話冇啫，但係行楷、行草都有。撈埋都等於衰。可以撈下咯。好睇。呢兩個太似，執執佢。你呢個，佢本身，你呢個樣太楷啊。一個即係咁樣過嚟都得。是吧？嗯，知道。那個是弱字來的嘛。嗯。這兩個很漂亮啊，真的。OK，行。有什麼？